其實呢個問題就係、是、我講過好多次㗎啦，即係低津也好，高津也好，都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咁或者更加衰嘅咧，就係腳痛醫頭，頭痛醫腳有問題啦。嗱，初頭即係其實係嗰啲勞，即係嗰、那個啲勞工團體都有啲責任嘅，因為好多工友，因為有啲弱更好弱勢嘅工友向啲勞工團體提，就話、哎：其實我唔係唔想出去做嘢啊，但係交通費咁貴，咁佢咪反映俾嗰陣時嘅常秘啊，叫張建宗啊，而家已經貴為司長啊，真係慘！你香港俾佢搞真係大鑊，咁佢咪諗住撬出去咯？因為張建宗個人就點樣呢，就係、是、大事就糊塗，小事咧就精細。你中意有乜嘢，佢諗住可以捽下捽五年嘅，使得少錢而板板聲嘅，佢就做。咁先個交樽，我掟佢四次，嗰次佢又唔告我呢個藐視法會罪喎，乒乒乓掟佢，好簡單，頭痛醫腳，因為嗰啲弱勢嘅人，佢日怨嘅嘢係佢面對嘅嘢，但係你就係政府嚟噶嘛，其實講嚟講咪人工太低咯，冇補水咯，冇最基本嘅勞工權益保障咯。如果你做72個。中嘅都當係佢請嘅，佢點嗰個資方係要做嘢噶嘛？資方要做嘢嘅時候 ，either 就有一種特別嘅税，佢哋自己搞掂佢 ；or 就係話政府話喂喺呢一個累進利得税或者利得税抽咗一筆税出翻嚟，再喺個大海嗰度使。而家你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係咪好簡單？而家受害嘅咩人啊？老弱傷殘。無忌旁身嘅，大部分如果可有可無嘅，冇技術咯。你個機制仲衰喎，係懲罰嗰啲低薪嘅工作人喎，因為佢冇技術，所以可有可無。啲人啲資本家唔想承擔嗰四一八啊嘛，咪得閒反下佢咯。你諗下四一八，你乘一乘，咪七廿二咯。就係咁啫嘛，所以你發明嗰啲嘢我都冇興趣，即係老實講，點講啊？一個好窮嘅人問你攞嘢食，你俾一堆大骨頭佢，話啲骨頭裏面有少少肉碎嘅，你自己拆開佢啊？點搞啊？個捧住咁大堆骨頭翻屋企？淨係捧嗰骨頭嘅時候已經砸死自己啦，已經攰到趴喺度啦。所以嗱，其實你大刀闊斧就得㗎啦。我就認為，根據劉小麗議員嘅兒童，呢個冇得講㗎啦。如果你成日話香港嘅未來係乜嘢，未來乜嘢，咁冇理由一個兒童冇得選擇㗎嘛？喺邊個子宮出世，去到一個貧窮嘅家庭，佢竟然間係。輸在起跑線之前嘅起跑線係唔絕對唔理想嘅，所以兒童你一定要量度啦。第二就係照顧嗰啲老弱傷殘嘅人，你要量度啦。即係話佢係做緊無償勞動啊嘛，嗰啲人要俾錢啦。咁主席，我真係冇乜嘢好講。我覺得政出多門都係得閒，你諗下，交津同低津喺我哋呢個福利會嗰度，呢個咁嘅福利會啊。傾過三四年嘅，成日傾嚟傾去都係嚿骨頭裏面到底邊度有肉啊？係咪一噸骨頭得四安士肉？我哋喺度同你討論緊，有冇五安士啊？或者可唔可以俾少啲骨頭多啲肉啊？唔講啊！